油团签名。总有些犹豫，不敢触及深藏岁月里爱你的千万句，从无心折柳冷漠不死也荒凉，途经了无苦为眼中为你盛放，嚼碎了我胸膛野蛮的生长生长。现在要出门，今天是台北马拉松的比赛，今天我们要去当啦啦队哦，出发。我们先来到小巨蛋站，这边是台北田径场，我们要先来看终点。现在在小巨蛋站外面，然后这边是等一下的终点区，对，从那边过来之后，然后从这边转进，等一下口罩要戴上，进去要戴口罩，从这边转进那个终点。医保车已经到了，正在作业当中，一车一车的下来，我们先到麦当劳吃早餐，现在在点餐中。我们现在先吃完早餐，然后我们再把大家的号码输入 APP。哦，跑什么跑嘞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悠哉的吃早餐。跑什么跑呢？是松饼不好吃吗？奶茶不好喝吗？好甜哦。温暖。可是我们不是要进去里面比较好。我们帮忙拿了几包大家的衣物，现在要先去找一个位置放。我们现在要进去，要到我们要去的点了。我现在要自己先走到彩虹的小店，然后陪你先跟他去买饮料，这样子才有可能赶得上。我现在要上彩虹桥了，这边了，加油，希望可以赶得上。我现在来到 Love 的这个字样的这边，去找一个桥下比较不会雨那么大的地方。我决定在那个饮料的这个前面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伟盛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不挡住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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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苏雅加油！被挡到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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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！加油！加油！玉珍加油！
小一对不对？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危机加油，危机加油，呜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英文加油。小巨蛋跟大家会合，回到了台北田径场，现在要从看台要走去看台了。今天还有设赛后放松区，在这里。然后现在我要到看台去找他们，看台区。从这边可以看到选手们进终点。现在已经是终点，然后这边不是扫描终点，终点。然后我们的大家在这边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好，拜拜。拜拜。